嘿、hey, ，大家好，我是阿诺。如果喜欢我的频道，请帮我按订阅、按赞。好，你们可能会觉得很惊讶，说为什么我上个礼拜都没有拍片？好，先告诉你们，那是因为阿诺的事情。好，那你们可能会觉得说，为什么我们这个前面怎么都是黑漆漆的一片黑暗，都是光明不见？这是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今天不就是万圣节吗？就要配合恐怖的气氛。好，然后我要告诉你们，你有人叫我阿诺自己介绍，我在粉丝团我看到我然后就是像说阿诺为什么都没有做，所以我现在这里就要做一个。好，阿诺今年是40几岁。好，先告诉你，你们不要嫌我太老啊。好，然后如果你们问我说阿诺我拍几部影片，我们现在有拍20部影片，然后这部影片是第21部影片。好，然后现在是万圣节快乐，所以我当然就祝你们万圣节快乐，一路平安。然后如果你们想要邀请阿诺去参观的话，可以在底下留言，但是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人会留言，通常都是在我的 DJ 粉丝团里面在那边留言啦。那如果有人不知道用 DJ 粉丝团的话，你们可以自己去找，就这样。然后我们现在这台摄影机其实是用手机录的，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有时拍影片的时候手机都会掉下去吗？因为我那个摄影机没有弄好。然后有时候你会拍到什么鬼面子的，那是我儿子的铅笔盒放在那里，就这样。好，其实也没什么事啦。然后我现在身在南投，所以如果你们看我的住户的话，我是在南投，那你们会看到我11位订阅者。那我叫你们按下订阅，如果你们按下订阅，你就会进阿诺监狱。哎、欸，阿诺电狱长，我已经被关了20年了，可以放我出去吗？不能，因为你没有订阅黑人，现在就给我拿出手机把订阅了。不对，在那个监狱里面是不是没有黑人？如果你没有订阅黑人，现在就把它按下去，就是我们左下角订阅，把它按下去，不能就进去阿诺监狱，就被关一辈子吧。哎、欸，阿诺，我已经按下订阅了，最好是你没有手机，你也没有 iPad， 也没有电脑，也没有什么东西，你休想骗过我阿诺电狱长啊。好，然后以下是我推荐的那个电玩，就是 Roblox， 2006年开始创立的，你可以在里面做一些那个做一些游戏，对。然后有些，然后如果你们看到说还要你花 RB 或者 Robux 去买的话，记得哦，你要看他的钱，如果他129、369、3000 Robux， 千万不要买，你可是会被诈骗黑心闪电。然后最近网络上一直在说什么达达特工，我实在不耐烦，所以就把它下载了。我把它下载，你们不要嫌那个达达特工太难玩，其实我觉得还不错啊，只是我最近要先适应一下，不然我会每次玩不到1分钟就会死掉。然后我们现在阿诺电玩，不是阿诺电玩，是达达特工已经进步了，我们变成我可以玩到7分钟。如果你们觉得阿诺技术太烂，你们可以自己去玩一玩，那个会很难哦。很难，非常的难。然后他有时候你的前面会出现一个警告标示，然后他就写下面就有时候会写 boss 来袭 ，boss 或者是尸潮来袭或疯狗来袭比较不常遇到，你要玩好几百次才会遇到。然后如果你把那些大只就是橘色的僵尸弄掉的话，你也可能也可以我说也可以拿到一个那个幸运列车，你就可以那个东西。然后他还告诉你说，点击下荧幕即跳过，千万不要按，你要等一下自己跑了之后，不然你的武器就只能抽到一个，就这样。好，以下就是我今天要跟你们说的事啦。然后这是阿诺生活影片，不要说这是阿诺电玩哦，这是阿诺生活。好，就这样。那你们可能会听到我外面有一些声音，那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我们是在家里里面，不是在外面一边走。然后阿诺如果尽力的话，我会继续拍一些影片，如果敬请期待。就这样，谢谢。如果喜欢我的频道，请按订阅按赞。嘟嘟嘟嘟嘟，哈哈哈哈。